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护肤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906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地球火种第一集的余波啊。这部动画呢，我没有看到这么后面。这款玩具的话，是有一位朋友呢在哔哩哔哩上面跟我说，哎，会不会拍这一款？我说看缘分吧，因为台湾没有代理，如果有拿到的话呢，就给各位拍。那么就反正就很幸运的呢，台湾的网拍上呢就有人丢出来，那我就也顺势收了一款。那这是一款蛮不赖的玩具了啊。那它体型的话呢，是第一集身高跟以往的第一集差不多啊，并没有像上一集给大家做的这一款硬糖啊，这个硬糖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大啊，龙形很大了啊。整个玩具最棒的就是它的一个面雕，这个眼睛的这个血红色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，银漆啊，还有这旁边的紫色的这个进气口的点缀。那这个庞克头的造型也是很好看，这种庞克头加上这个带刺啊，这种一种废土风格，像很久以前这种北斗神拳里头那些杂鱼的那种造型。它的可动的话呢，给各位展示一下，它的手臂可以360度的转动，不过呢这个地方要转一个角度啊，拿来做一个旋转。这个地方呢我有上一些细油，或者叫大陆朋友说的硅油啊，各位就是不用再去提问这个问题了，硅油啊。那么二头肌这里也是可以转动的，手肘也可以弯啊，这里是一个球形的关节，那这个手可以收进去，但是不能够转动。腰身的旋转的话呢，后面的这个屁帘啊做了一个很大的干涉，脚前后踢平转都是有的啊。膝盖的话呢也可以弯啊，大概一个90度，然后脚踝的接地啊，算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。除了说背后这个手后面的偷胶之外，其实这一款玩具已经各方面来说吧，我觉得已经都是一个蛮标准的一个水准了啊。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余波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它的拳头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收到小臂的后方去，然后呢我们把后面的这个部分给解开，解开之后的话呢，这里其实这个紫色的凸是扣进这个后面这个凹槽的，一并把它给解开。解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后面的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它可以旋转180度，然后呢上面的这个车顶盖可以往前面，它有一个双动关节往前推过来，到这边我们把这个顶盖给盖下去啊，把头给收进来，这样一来车头的话呢就当做它先变完了啊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先把这个前面给变完，这个侧边这个部件把它往下面推下来，然后呢把这一块部件推到侧边这个方向，利用这个缺口把它给推下来。这边啊，这款玩具的左右两侧的松紧度不一样，我的感觉是这一侧非常的紧啊，它这个地方推下去的时候呢，它的一个关节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紧实的。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边啊，你可以先扣上也可以先不扣，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这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凸要扣进这个 bumper 里面，有一个凹，这个地方要把它给扣进去，不是很好扣啊，特别是第一次掰的时候呢，它是需要相当的专注度的。这一侧推进来就比较简单啊，推进来，那你就是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凸跟凹，这里要扣进去，然后还要把这两侧呢顺便结合起来，这边这个地方看到这里很黑啊，可能各位看的不是很清楚，但它确实是有一个卡扣，而且它非常的重要啊，一定要把它给扣进去，然后呢扣进去，这里扣进去，然后中间也要顺便结合。好的，然后呢手臂的话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刚刚提过了这个凸，还有这个地方侧边有一个凸，然后从这个地方扣进去，那这个地方捏，这里可以从这边抵住波波的这一片，把它给抵住，这样按进去，好，这样一来会比较好变。那么另外一侧的手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转到这个方向到这边，这里先扣进去，上面这里也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呢由这里把它给捏紧，把它给捏进去啊。这个车头的话呢啊，这样子就算变完了啊。然后呢车子的尾巴呢是先把膝盖整个连同下面这个关节一起啊，要掰到这么多，然后呢掰到这么多之后，这里有腾出空间，这一片部件才能够挑出来。好，挑出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脚底板翻进来折成这样子，然后呢它的附带的武器把它给扣上去。扣武器的话呢，你就是自己去对一下它的形状，对它的形状能够扣进去就可以了，那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扣一侧就行了啊，因为它两腿中间是没有组合卡扣的。那再来的话，这个脚底板脱落了啊，意外。好，那这里的话有一个地方就是要注意了，这个地方紫色的这个凸要扣进这个黑色的缺口，所以说它是整个的
这个脚的话呢，必须把它给推回去，然后上方这个地方把它给抵进去，就会变成这个形状。好，另外一侧的话呢，我们也是一样的变形方式哦，先把它整个给推到底，这片部件得以推出来，再把它给推回去。好，这样子推回去，这个部件推进来到中间，然后呢把这一个紫色的凸扣进这个缺口，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要掰一个90度，这样子掰进去。好， OK， 那如果从侧边看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好啦，那我们两侧的话呢，就透过这把枪呢把它结合在一起啊，透过枪做结合，然后呢我们最后就是利用这个卡扣把它给扣进去，这里也是一样的扣进去。好，前后的话呢再捏一下，最后这个锤的这个吊钩就把它往后面放一下，上面再按一下啊，这个严丝合缝了，再把它捏密合一点，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地球火种余波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它的一个拖车或者是吊车或者叫做施工车的形象的话呢，非常非常的既凶猛又可爱吧，哦，就是一个有点圆弧形的这种，甚至有一点配色都是有点 Q 版，可是它前方又有这个带刺的这个车头的这个防撞感，所以看上去就很像这种疯狂麦斯里头的那种废土风格的车子啊。那武器的话可以完美的变形成这个排气管啊，我觉得也是算是它的一个亮点吧。轮胎的滚动性算是好的，六个轮子的话呢可以完全的平放，那里头的空间是略大，人头在里头啊，这空间还真的是挺大的啊。那整个一个玩具的质感来说，我觉得吧，就展示性跟把玩性来讲都还不错，但是它的变形啊，就这个手臂推下来这一下啊，是给人感觉是比较不爽一点的啊，但是它的一个变成载具之后的样子的话呢，是可以弥补这一点不爽的啊。啊，我只能说这个以现在的低级玩具来说啊，这一款做的真的是还算不错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